阿弟，吓我一跳！你走路都不发出声音的吗？哪里嘞？我从大老远的村里叫你了，你也不理我，傻瓜！神经，这大晚上有人叫你，你敢不敢应啊？吓死我了！我和一个老板都说好了，拉去批发给他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两个人去嘛，还多些累累。等着你早点回去，还能睡一觉。行，那你记得回来吃早饭啊。吃什么吃的？前面。知道了。你早点回去吧。能不能不做大人啊，有颗糖就开心的年华。等一下，请等我一下，岁月笑着扬起手中沙，那消失的告别的，站在路旁挥手不说话。沿途沿途微亮的灯火，温暖晚归的我。去了，我那啷个都俩月来了呗，叫爹叫没了个俩月好了，日我都我喝，那子我要换老掉，那俩月好了都我喝嘞，那没去，那你要么他这个娘怎么讲啊？那不能，来，好，那我接你好吗？哎呦，还有。
早就回来了，冬瓜我还舍不得卖呢，我们你们自己吃吧。这么多，我们两个人怎么吃得完？又没关系啊，以后呢送人也可以啊，反正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。